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这个沙发人物志有史以来的第一集 vlog。我现在在这个冲绳体育馆 Okinawa Arena。那我这一次去的是冲绳体育馆，也就是 B-Link 琉球黄金国王的主场。这个球场也是今年八月篮球世界杯的比赛场地之一，所以从场地设施到灯光的水平都非常高。那我这一次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冲绳看球的体验。还有一些比赛的精彩画面。走，我抓河北仔吗？哎、欸，狗狗哎、欸，就是好像他们的 logo 还是什么？他们的这种黄金帝王超 T， 蛮帅的、啊。贴脚穿搭，我觉得他们 T 恤蛮好看的，怎么办？可以买一件啊，有没有球员的感觉？做、啊、的像帝王一样。等下不行就叫我上场，我就上去帮富邦加油。对，他们应该没在拉拉队来，我可以当他们的拉拉队。你要使出台湾拉拉队那一招、啊？你知道吗？那我没办法。一字马预备。我可能就没办法。球场抱枕哎，其实搞不好是战术版抱枕。没有，我可以这样安排一下，我可以这样子安排一下，等一下战术。可以摔战术版的时候改摔这个，这样就是这样不会摔坏。对，没错没错，这样不会摔坏。但是各位朋友 ，Adam Durham， 这么帅，瓦纳塔比，久久的一款，手部卖完了，虽然他也不是科幻手部，好评哎。看到手不是玩兽哎、欸，好评产品啊！这很帅，这很适合当纪念品哎、欸。还有风师爷、欸，哈克是冲绳有名的。哈克 Tuesday 的由来。哈克 Tuesday， 哈克 Tuesday， 难怪。走啊，差不多了，可以上去。对啊，那边。是吧？对，那边吧。因为我是，我其实不知道我是几楼哎，我感觉二楼吧，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去二楼哎，这是不是用你流利的日文？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真没有这個能力，怎么办？我等一下问他一下。反正这边很多外国人，他们应该要有流利的英文才对。看来这也不行。里面现在打比赛，他们被虐爆了，12-3也太，太血虐了。那因为我的门票是找代购帮我买的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坐在二楼，结果我在进场的时候就找了超级久，最后是走了两次一模一样的路，再拜托他们的工作人员帮我带到位置。
我刚好问你啊，我没有想到。哦哦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这太前面了。我竟然是坐在这样的一个位置。哦，我这辈子没有坐这样的位置。坐到最前面的位置。OK， 大家，千辛万苦，我现在终于坐到我的位置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跟陈建州合影过人的，不要我。这边的言论都会被陈建州听到。不会啊，他一定很满意啊，他怎么可能不满意？他一定很喜欢的、啊。我是头号不防黑啊。我们等一下开始帮黄金光讲，干巴的，干巴的。我是来台湾的球迷。等一下，那个什么，金特意在那边罚球，我们要布哈。我们开始跳热舞，从台湾来学的，没有想到吧？他怎么可以那么笃定我从台湾来就是支持我第一个球队啊？我来看桃园云豹，你们光看我就会打吗？啊，悬念，138-87。非常的端庄啊，非常的没有特色。对对对，他们这样就没有办法起到干扰的效果。确实确实，难怪打那么久。不过本来中场都是4-5，我现在第三节40分钟拉两分，最后琉球以83-78战胜富邦，勇士的东超之旅也告一段落。然后第二天我就去了冲绳的美丽海水族馆，去看了他们的鲸鲨还有他们的海豚表演，然后就回到球场去看东超的季军赛还有冠军赛。东超的季军赛是琉球黄金国王对上湾区玉龙，那因为那一天是主场球队作战的关系，所以人跟车子都还蛮多的，但我这次学乖了，所以位置我就找到了，所以就趁着季军赛比较没那么重要，好好的享受了一下比赛。
不过让我蛮意外的是，虽然冲绳这一边他们的克拉索夫没有打，可能是有点练兵的意思，但结果完全是被湾区一龙吊打，那就代表着争冠的两支球队可能又更强。但有点尴尬的是，冠军赛的两支球队都是韩国的，所以观众看完季军赛后就走了一大半，反而是决赛的关注度比较低。在等比赛的空档，我也到附近走了一下，发现球场外面其实有不少的餐车，球场里面二楼的位置也有卖很多东西吃。而且从上面看下来，虽然离球场比较远，但可以看到整个场地的感觉，其实也是非常壮观的。有人讲现在还有八分钟就要比赛了，这里超级空，来看一下，这里超级空，没有人要来看韩国的比赛。这一场上是前几天跟富邦打过的那个安阳 AGC， 还有他们的主将 Omar Stillman。之前我记得在勇士还有老鹰打过，可以期待一下。起跑！韩国的比赛一开始啊，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他们的档次不一样，不管是下快攻还是三分的把握度都非常高。我个人比较有印象的是安阳的菲律宾空位阿班多，明明长得很瘦，可是体能超级爆炸。哇！他很瘦哎，脱掉了。
比赛的最后是安阳90-84战胜首尔 SK， 拿下东窗的冠军。我们 Snowman 获选 MVP， 也给了我一场值回票价的体验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冠军赛虽然是韩国打韩国，但比赛非常精彩，水平也相当高。两边的洋将几乎是打好打满，到后面变成洋将的肉搏战，真的超级好看。好，结束我们这次的东超观赛之旅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来到剧场看，就这样，那就感谢大家观看，这是这次的东超观赛的 vlog， 大家下次见。不得不说啊，我觉得冲绳是一个很有体育氛围的地方。在冲绳的国际通也可以看到琉球黄金国王的海报，还有为篮球世界杯倒数的立牌，甚至是啤酒上面也有黄金国王的 logo。 那三月的冲绳因为是淡季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到蛮多景点的人都不会很多，整个行程就是开车自驾游，然后到附近走走，吃一些牛排，吃一些拉面这样子。虽然说大部分的海边是还没有开放，但整个行程是非常 chill 非常舒服的，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那其实拍看球赛的 vlog 一直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，因为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到世界各地去看球赛。像今年的话，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到菲律宾去看篮球世界杯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我还会拍更多类似的影片。那就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